6月22号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现在是在广西的桂林的阳朔。现在呢，我们今天现在早上9点，我们是坐这个机帆船去游丽江。你看，丽江好美啊！尾鱼也挺漂亮的。对对对，这个时候不省船了。行了行了，少说废话了，上船吧。哦，你上不上船？你不上船，我走了啊。你什么态度？你这种态度有问题啊！回去开你的批斗会。嗨，现在我是坐机帆船游丽江，费用不低，150块钱。这个叫元宝山，是20块钱人民币的背景。上船吗？刚拍了哈。哪边是头啊？这个小的就是头嘛，那边是屁股嘛，在上面是左边，左边是头，屁股和头，右边是屁股啊。就小峰那里是屁股，你头尾都分不清。叫狮子山，对，这叫狮子山，哎，像狮子的头，头在这，像一个卧在那儿。前面的那些小山头叫做八仙过江。啊，这个九马华山是我们的啊，九马华山是吧？这就是九马华山啊。那个绿色的有点像马的啊。奔流。